天，许久未露面的邱淑贞出席晚宴，身穿黑色的半身长裙搭配蓝色的衬衫，很有气场。纵然已经年过五十了，邱淑贞的蝙蝠和身段仍然没有走样，可谓是调养的很是好。在出席活动时期，当被问到是否有意复出拍电影时，邱淑贞自嘲本身一把岁数，信托没有人看，趁本身不愁赚复出，没有想过复出。由于真是好忙，没有想过再拍电影、真人秀节目，目前也不会思考。邱淑贞暗示也不愿女儿进入圈内，有人还找过大女儿拍戏，女儿岁数还小，仍念书中，亦不愿他们入圈内。邱淑贞自从和富商沈家伟成婚之后，就隐退圈内，把重心放在家庭上。育有三个女儿的她，专一在家相夫教子，鲜少呈现在个人前面。邱淑贞的大女儿沈月可以说完全遗传了妈妈的容颜，长得和妈妈很是相似，颜值很是高，并且打扮很是潮流。不少人也想约请她出道拍戏，不过都被邱淑贞拒绝了。结语：邱淑贞以前是香港90年代的性感女神，